总有伤，英勇前进未能幸免，总有伤，一生太短，就来让我将每秒延长，渺小的我偏最坚强。如你亦明白我，你亦曾遇过，命里不可改写的过错，又像经过战火，从那转没过，请抬头别再躲。如你愿陪着我，痛亦陪着过，旧记忆只突然解了锁，不需要再背负那折磨，难非返昨日也可重新开始过。我带正龙嚟系因为要佢继续交易，引营长班人出嚟一网打尽。我有个部署，我要放走营长，我第时会亲手拉翻佢。你癫咗，你放佢走！我相信你，你信我。我系想帮你嘅，不过冇得拣啊！营长佢点都走唔甩，最后条命都系要还翻俾我哋。星 Sir， 星 Sir， 星 Sir。又炳高啦！我嚟到嘅时候就系见到你自己一个，佢应该走得唔远嘅。你哋去揾营长，我去揾炳高。Yes sir， 你支枪。但系你自己一个喺度真系得？我得噶，去啦，去啦。Yes sir。你个伤口咁深，要去医院啊？点解你会喺度啊？你俾啲伤口我睇下先啦。你是警察啊？师兄，我同你都系咁咩抌嘅，所有嘢都系佢安排。咩抌？电单车都系佢安排，不过俾营长揸走咗。我唔知咩抌谂紧咩，不过有好多嘢想问你。不如等我问你先啦。机系你 set 嘅，机系你拍嘅。我有 set 过部 cam， 清姐部手机都系我偷嘅。顶啊！个 message 俾你。即系妈冇事。唔止啱我，仲啱埋你。你嘅意思系咩？特登放走营长，佢冇理由咁做。咩冇理由啫？你跟佢咁耐都唔知啊？佢搞咁多嘢就系想夺权。有冇可疑车辆出紧路口？请 Sir， 暂时冇发现。睇近啲。Madam， 你嚟做乜嘢？我唔系讲过。全部落车。坐翻低，继续望住。Madam 翻咗嚟，佢想点啊？有咩想讲嘅？而家喺度讲。依家系11/28，陈宇森，你正式俾我暂停职务。我唔明白。你唔系想我讲第二次系嘛？你一哥面前讲过，话呢单 case 由我 in charge。你今朝亦都讲过，话你会 off， 所以我唔明白。一哥亦都讲过，边个做到嘢就边个做。你将成单 operation 搞到一塌糊涂，你而家乜都唔使做。我正式 in charge 翻，你冇权咁做。Sir Robert 嘅范围扩大，通知埋交通部。西九总区指挥官只有我一个，依家由我正式 in charge， 听我 order 做嘢。你咁样系冇意思噶，我哋越混乱就越难捉到营长。对你嚟讲就系难，我已经 lock 咗营长嘅位置，五 Sir 已经做紧嘢，好快拉到人，没收请长师枪同埋 pass， 带佢翻警局。万希华，你冇权咁做，你唔好咁过分啊！一系你自己落去啊！如果真系揾两个人去的你落去，咁啊大家冇人。扑晒行动指挥车啲伙计，冇人听电话。唔系俾 Madam 喐晒系嘛？邱丽杰 calling MCU， 我想 confirm 一下而家行动边个 in charge， 请 Sir 唔该你复我。我系。重复。而家边个 in charge， 请 Sir 唔该你复一复我。我答咗你，你系咪唔服从上级指令？我净系知道今次嘅行动，现差处系请 Sir。如果有任何变动，我都需要听到请 Sir 嘅吞口讲。程宇森已经唔喺 MCU， 佢唔会同你讲嘢。佢唔会自愿离场，系咪你逼佢走？够啦 ，Madam， 你未答我。系啊，我已经暂停咗程宇森嘅职务，你都系。
OK， 我都唔係第一個，連埋請 Sir， 連埋 MCU 上面嘅伙计，连埋21个俾你喐过嘅人，咩阿邓啊？你几时先肯收手啊？你知唔知你讲紧咩？阿妈，我系今次你要吸取咗教训，点知你咩都冇啊？够啦，我一阵间会派人去接江正龙翻总部，你都翻去摆低支枪同 pass， 喺大房等我。 Yes， 咩阿邓？ 大结局好紧张啊！我唔同你倾住啦。咁你慢慢睇啦，妈。你做完嘢记得翻嚟食饭，拜拜。拜拜。做咩唔倾耐啲啊？第时冇咁易咯。仲谂住拉我啊？我由头到尾都谂住拉你。就算我同娴姨感情好好，都系咁话。 我而家就会打俾Madam，睇下佢想我点做。又系Madam，点解仲要信佢啊？我系 UC， 佢系我 handle 啦。我系要听佢 order 嘅。我以前都系，我冚唪唥都听 order 做嘢。但系而家万希华唔同以前嘅万希华，佢乜嘢都为自己嘅。我哋系等住牺牲噶咋？你放我啦！ 你放我去捉刑长啦！电单车已经有 GPS， 有伙计会做嘢，唔需要你去啊！得噶，唔可以俾伙计做啊！嗰个刑长嚟噶，唔同人咁品噶。今次佢死咗两个兄弟，佢乜都够胆死噶，信我啦！ 做咩啊？Madam 要喐你啊嘛，Madam 要喐你即系要喐埋我，你去边我去边。你以前都咁样讲过，我考差人，你又走去考差人，究竟你系真系想做差人啊，定系净系想跟住我咋？我系想同你一齐做差人，呢样嘢从来都冇变过。 你隻手仲喺咁冻嘅，你同我求救啊？ 三个字，今晚食饭话俾你听，快啲翻过去，我睇住正龙。无论上边点样斗，我哋都要做翻警察应该做嘅嘢，知唔知？ 用条命救过佢，净系得我先可以埋到佢身。你放我，我一定拉到刑长翻嚟。PC 三八四五一，我问你样嘢，你会唔会呃娴姨啊？你曾经同佢讲过，话如果你身边有衰人嘅话，你会拉晒佢哋。 我当差系为咗保护我阿妈，就算我阿妈唔记得咗我系边个，我一定唔会唔记得我应承自己嘅嘢，同埋应承我阿妈嘅嘢。走啊！举高双手，企喺度。 走啊！走啊！
佢都係警察嚟㗎，我跟你翻去，當還翻俾你。 搞清楚，唔系你还俾我，系我拉你先。沙哥，系咪有啲嘢发生咗？你觉得？冻咩啫？饭梗叫啊！阿头成日批咗俾咗你，冻咪批住咯，做咩啫？我哋倾紧安排啲嘢啫嘛，警察做翻警察应该做嘅嘢，睇住个份。 呢个系留言信箱，请你喺必一声之后留低你嘅口信啦。妈，我谂有啲嘢。 唔系面对面会容易啲讲。点啊？ 你嗰边情形点啊？咩？听唔听到啊？你嗰边情形点啊？
頭先雙方搏火 ，message 佢。咩？咩？我哥系咪你杀噶？你想知道嘅，你系问佢啊嘛？Madam， 鑑證仲未到啊！
阿 Mac 嘅事我知道咗，營長走甩嗰陣我喺 MCU， 我係 in charge 嘅，我有責任。你講得冇錯，營長係由你 in charge， 我要你負曬所有嘅責任。鑑證嚟之前，個電單車個 GPS 我講埋，你放心啦，我會喺度處理噶啦，唔好有心未緊。唔知咁樣，你特別要警兵講。剩下阿 K， 佢哋都全部喺曬上先手嗰度。如果佢哋兩個傾過偈嘅話，我哋唔快啲處理，我驚諗唔住。現場交俾你。Yes, madam. 你查案咧，千祈唔可以武斷。你喺查案過程裏邊，要將案裏邊所有嘅人同嫌疑反劃成咁嘅。所有嘅人？係啊，就好似棄嬰案同埋碎屍案咁樣。如果你冇懷疑曬所有嘅人，你點知道報案嗰個同埋喺記者面前喊到好淒涼嗰個，正正就係嫌疑犯咧？阿媽，最近我嘅疑犯佢係 psycho， 我諗唔到辦法引導佢講嘢。喂，你点睇啊？咩啊？听乜嘢听到咁入神啊 ？Madam Man， 你今次极速破咗同党消失案，攞咗红鸡绳，会谂住点庆祝咧？咪翻工咯，查第二单 case。唔需要。呢啲访问好耐噶咯。佢成日都录低你讲嘅嘢，每次跑步都会听嘅。啲访问边仔听咁多次啊？唔系啊，我想快啲知道你谂咩啊！好似呢個訪問咁啦，個個攞完家去之後，唔係開 party 就約人食飯慶祝，但你唔會喎，你就係諗住下一次點樣可以做得好啲。就好似一個大角手，佢做咗好多手術，次次都成功。眼前有一單手術，如果稍一不慎，個病人就會死。咁你話佢係叻啊定唔叻啊？我哋膊頭有幾多條紅雞繩都冇用，做警察嘅係要講今日拉唔拉到個犯，破唔破到案。唔係講以前，做警察不嬲都係咁。我會記住。唔係要記住啊，係要實踐啊！我希望將來聽到你嘅錄音，教我點樣做一個好嘅警察。Yes, madam。做咩啫你？繼續啊！我希望將來聽到你嘅錄音。教我怎樣做一個好的警察。媽，我想有些事不是面對面會容易一點說。你記不記得你曾經說過，希望有一天是你聽回我的留言，是我教你怎樣做一個好警察。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，收手了，妈，不要像阿爸这样。虽然那时我很小个，但我都知道阿爸当晚不是你同人所说的，瞓瞓下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阿爸那天自杀了，是死在拳头之下。
你仆街！喂，阿力，浮谷，冷静啲，浮谷，你冷静啊！西超被你害死咗，阿成冇有对脚啊！阿仁到而家昏迷未醒，你害完一个又一个，以后系到第四个啦，第四个啦！喂，究竟你冇？你谁俾营长杀死咗啊？咦，青龙路有警匪枪战，嗰边封晒路，大塞车喎！咁大镬，有冇死人啊？听讲死咗个督察啊！吓，诶，真系阴公咯，系啦，真系惨。呢个系留言信箱，请你喺 B 一箱之后留低你嘅口信啦。星啊，你究竟喺边啊？无论点都好，你打翻个电话俾我啊！你唔好有事啊！妈咪，妈咪，你同边个倾电话？系咪爹哋嚟噶？唔系啊，晴晴，我哋买完嘢翻去啦。我唔翻，我要去爹哋度。晴晴，你咪应承过妈咪，只留喺爹哋嗰度一晚嘅。爹哋够应承我，做完嘢翻嚟陪我啦。我要等佢。你之前话肯同我合作，而家你话冇得拣，究竟咩意思？头先个女仔，你话佢系警察，佢咩都唔肯讲，你哋到底倾咗啲乜嘢？我咁信你，你咁样扇我，吓？唔使问，我咩都唔会讲。依家死咗两个警察，你咩都唔讲嘅话，我就入晒你数，有排你坐啊！你哋两个出去。Madam，Madam， 份口供我嚟录。Madam， 我知道 Madam 死咗。This is an order， 出去。Yes, Madam。Yes, Madam。阿 Key 同我讲过嚟，系你扇我啊！你搞咁多嘢做咩？最后咪又害死你自己个仔？我同 Mason 唔系见。唔好再提阿 Mason 个名。你个个都喺度讲紧佢，有冇谂过我感受？佢死嗰阵时系俾人绑住双手，行刑式枪杀，同佢哥一模一样。佢哋死得有几惨，我系好清楚。我唔使你同情。唔好做埋曬啲多餘嘢。我今日嚟唔係同你商量佢嘅身後事。你頭先同上星講過啲咩？我知道你一定會嚟揾我，所以我咩都冇同佢哋講。佢哋亦都唔知道我為咗咩事要放走形象。咁你都幾聰明啊！入正題啦，好嘛？如果我唔同你合作，你会插场我啲咩？谂紧，持械、贩毒、绑架、严重伤人、意图谋杀、贩卖军火，是但一单坐得入，你都应该知道要坐几年。我就系得一个要求，我想翻出去嗰阵，可以同阿妈做七十大寿。咁你想坐几多年啊？你得嘅，如果你唔得，咪喺度拣个仓俾自己咯。我当初拣你就得一个理由嘅啫，就系我哋合眼缘。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我哋会夹。依家何力强同埋 Andy 都死咗，将所有嘢推晒落佢哋身上，我相信佢哋唔会介意。点啊？你救营长是被逼的？嗯？是，是被逼的。他们威胁我要杀我妈，所以我只会救营长。你满意了 Madam？ 你懂得怎么说，我懂得怎么写。你开枪打伤了上星的头，我查得很清楚，你当时是跟罗大威搏斗的。
唔小心開咗槍，打傷咗上星嘅頭，流彈嚟啫。仲有一樣嘢擔心。你擔心阿 K 啊？佢都係我嘅 U.C， 我哋都好夾，你唔使擔心我。我擔心你。咩 Sir 死咗，阿俊又係咁，你唔會唔記得以前嘅日子啊？我講過啊，唔好再講佢哋個名，唔好再拳鬥啦。你兩個仔都走咗啦，就算就俾你贏咗，冇人會替你開心，因為你身邊冇曬人。多謝你關心。更加多謝你點埋合作。我有嘢想話俾你知。晴晴眼瞓啊，使唔使翻房瞌一陣啊？我要等爹哋翻嚟，我要諗住爹哋翻。係啊，咁快翻㗎啦。咦，晴晴，做乜畫緊畫？要開電視睇啊？我怕我睡著覺，所以就開卡通片看。媽咪，為何你的手這麼濕的？哦，媽咪剛才洗手呢，忘記抹手了。媽咪，是不是要整身抱抱啊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媽咪沒事，爹哋都會沒事的。爹哋要挂住你啊！请。爹哋都挂住。晴晴佢瞓咗啦，头先做嘢嗰阵，佢电话啱冇晒电 ，sorry， 唔使同我解释。头先我见到你喊，其实我好开心，因为你仲咁紧张。我头先谂翻起好多我哋以前嘅事，系开心定系唔开心？系担心，成日都担心你有事。知唔知头先连晴晴都知道，我个手出晒汗，我仲要揽住晴晴，揽得好紧。原来最承受不到那个不是晴晴，是我。我可不可以不去芬兰，跟晴晴留在香港？不要讲这些了。不得，我要讲。世昭和 Messi 出事之前，我们都是一起吃早餐，一起 briefing， 跟着一起出发。但是下一秒，下一秒就没了。如果我依家唔讲，我惊我唔知仲有几时有机会讲啦。我真系最顶唔顺呢样嘢，我好惊转个头，我冇咗自己最紧张嘅人。我话过我唔想要再有呢啲感觉。我仲系你最紧张嘅人，我感觉到。我病你照顾我，唔系因为我系晴晴嘅爹哋。因为你对我仲有 feel， 你仲中意我嘛？系咪啊？俾个机会大家，我哋重新开始好吗？点重新开始啊？香氏已经俾咗呢样嘢我啦，
喺佢俾你之前，我已经俾咗你啦。咁多年嚟，我一直都冇变，我一直都等紧你。我等得好辛苦。难过未漠视我，难过变成就我，真心好比天降。仍埋藏有个阴影，脑海回荡。情绪突然下降，行径越来越放，喧哗声盖着怯慌。半夜宁静的时光，这间房何时没法再安躺？我唔系想逼你。天空一片黑，没人爱像瞬间捉不到我。你留上你自己。我一直等你。我担心你会等得好辛苦。我记得当天失去的梦难再常记得，得不到仍甘怕等到强障碍，却也是情爱，很想要被爱。我给点时间我，好唔好？给点时间我。变成就我，真心好比天降。喂，抹去阴影，勇敢。阿蕉佢醒翻，好，我即刻翻嚟。唯有凌晨硬朗，凡都做嘢先。硬汉都只想捍卫对方。你是明亮的阳光，终不讲同样。我谂警察会好快揾到问话。我咪警察咯。有啲咩你同我讲啊？如果我要讲啲你呃紧我嘅嘢咧，我从来冇呃你。你根本唔系想捉冰局，亦都唔系想揾刑长个 source。你叫我偷黄青鱼部手机，叫我放低架电单车，都系为咗放刑长走，系咪？我系你个 handler， 亦都系西九总区嘅指挥官。咁复杂个 operation， 讲俾听你明咩？我下一步应该点样行？系咪要向你汇报啊？如果我真的要放走營長，我使乜將個 GPS 擺喺佢嘅車嗰度？你依家喺冰熊面前已經暴露咗身份，點幫我查個 source 啊 ？Sorry， madam， 我教過你做 UC 應該係點樣？要忠誠，忠誠。你對邊個忠誠啊？你喺冰熊面前講咗咁多嘢，你對邊個忠誠啊？但系冰哥有时唔似一个贼，佢好似帮紧我哋警方。你知唔知有几多记者嚟揾我？佢哋最希望影到个相系我流眼泪。佢哋问我问题，我个仔死咗，我有啲咩感觉？想逼我崩溃。我仔条尸依家喺殓房，我都未去睇佢，我走嚟睇你，系因为我知道做嘢一定要硬正，冇感情可言。我唔去殓房睇佢，系因为我要捉到嗰啲贼，先至可以对得佢住。你做嘢咁冇信心，又咁唔相信我，我可以隨時調你翻警隊，行邊嘢都好，做文職嘢都好，我唔想勉強你。Sorry， madam， 我錯咗，我想繼續，我會盡力嘅。唔係盡力啊，我要你忠誠，我要你執行，我要你服從啊。Yes， madam， 等我 call。他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喂，他想一个人静下。他没事吧？刚才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好像没什么事，没喊到。但是就是这样才大王嘛，将些东西收在心里面。平时的他很多事讲，我知道他一直都等不听人命。就算佢除咗嗰条手绳，但系佢成日都系摸住嗰个位。着了灯，难逃避内心的黑暗，睡到醒，那么梦里边那迷阵，
像铁壳般坚忍，像刚强又狠，永远不说我很伤心，未了解如何能治好这伤势，任雨逝，前尘已结疤，有后遗。住过那些谷底，但从前梦想仍未枯萎。谁亦怕痛，亦会有一些人破例。从头自爱，钢铁有泪不准缺堤。沉重记忆，面上没痕迹，再别提。柔弱的身体，力气可消出估计，在谁暗下就会发出光。